嗨，我是楚狂人，我来讲一下最近对于盘市的看法哈。因为盘市啊，一直都在这个1000点之间整理。那最近两集的 Podcast 节目呢，我们都在讲说，这阵子的 M 头跟整理区间啊，要怎么样去判断进场点。然后一个礼拜过去了，盘市依然还卡在这里。你如果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，你就回去听一下前两集的 Podcast， 我们在讲盘市规划的部分。我自己的空单呢，并没有在积极型就跌破 M 头颈线的时候就直接进场，而是在满足保守型跌破整理区间的时候我才进场。进场点呢，大概在大盘16460附近，然后进场以后，因为就一直在半年线附近整理嘛，所以我的损益就一直是小赚小赔，获利拉不开。那停损点我们一样是放在16600，那某一天收盘站上，隔天中午12点没有跌回来呢，我们就把空单出掉。那前两天我有在我的 Telegram 频道有在讲说啊，最近的盘就是在区间整理，如果你用日线看不清楚，你可以把时间周期改回看60分 K， 其实就会比较清楚。我有画图放在我的 TG， 然后我说经验呢是说，当你在现在的操作周期你看不出来趋势的时候，你可以试试看放大或者是缩小周期来看，那通常会啊哈一声，原来趋势是这样走啊。那原本啊是用日线看，你可以试试看放大成改成周线，或者是缩小改成60分 K。 以这一次的情况来看，这几天看日线其实都挤在一起嘛，但是看60分 K 就很清楚。结果我在 TG 讲完没多久，大概就有四五个人私讯来跟我讲说，诶，那我们这一次要改做60分 K 的话，也是用原本中级波段做日线的进出条件吗？然后还有人来问说，最近一天啊，最近就是一天开低走高，然后隔天呢就开高走低，感觉很可怕，是不是可以先小赚停利出场？因为我们大概以今天来说，我们大概是账上获利大概8-10点之类的，然后他就问说可不可以先小赚就停利出场，等到60分 K 真的是突破或跌破以后再进场。好，兄弟们请冷静哈，中级波段课程没有教这一招，这样子啊你会搞出来更多的不确定性跟模糊的地带，你就需要更多的主观经验来判断，所以我的学员呢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复制了，所以它就不是一个好的可以拿出来教的策略。你看哦，我刚刚说的方法其实真的很模糊。我说当你原本这个日 K 线看不清楚的时候，你可以改成周 K 或者是60分 K。 你看光是这句话就有两三个模糊点。好，什么叫做日线看不清楚？这个就很模糊诶，什么叫做日线看不清楚？那怎样叫看得清楚？可能有的人就看得清楚啊，那有的人看不清楚啊。然后什么叫做可以改成周 K 或60分 K？ 那到底要改成周 K 还是要改成60分 K 呢？什么时候要看周 K？ 什么时候要看60分 K？ 还是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看原本的日 K 就好？这个其实也非常模糊。所以这招不能用，我纯粹只是分享看盘经验给你参考而已，这个属于看法不是做法。我们之前不就讲过吗，看法可以有100种，但是做法只有一种，做法一定要尽可能的不要模棱两可，你才能复制，它才是一套好的这个可以复制的课程的策略。 好，那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，有任何想法呢，你可以留言给我。OK， 就这样，拜拜。